好玩，在海上举办的趣味运动会采用亲子接力赛的方式进行，从穿救生衣游泳到徒手 SUP 滑行，紧接着要亲子独木舟，最后要团队龙舟板前进。那我们过去常年以来在运动爱台湾大部分都是做水艺的，那这一次就是把水艺安全跟运动竞技加在一起，然后把亲子也加在一起，那也让暑假的活动更精彩，也让我们基隆市的运动爱台湾的面向能够更广阔。以乐趣化的方式进行水上接力赛，结合运动爱台湾 2.0 的计划，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登场。SUP 溜滑梯，溜滑梯，但是那个溜滑梯溜下去超长世界就不见了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玩。每个关卡的设计都充满了趣味，也非常考验大小朋友的协作能力，更能实践合作学习的教育理念，同时也能提倡水域安全的重要性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